地方讯息来看到基隆北宁路旁边的巨石危机现在完全解除了，市府和公务单位昨天顺利完成了巨石清除作业，今天北宁路全线开放通行，商家也赶在中秋节之前恢复营业，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基隆市北宁路巨石清除作业在12号全部完工，13号早上11点，北宁路段全线开放通车。封路12天，沿线损失惨重的商家赶着重新张罗开业，希望在中秋节连假重新涌现观光人潮。啊，你这几天生意安怎？这几天生意安怎？这几天生意拢无好啊，拢无来啊。哎，通车恁有怀疑吗？通车当然讲怀疑啊，对不？这是你好做。周边商家接到通车消息，一早就开始整理店面。业者庆幸在中秋节前恢复营业，也解决了交通不便的困扰。没有通车，客人都没有了、哦、下班都要同一道路好远，多半个钟头的路程。清除碎石进度超前，路面重新铺上柏油，北宁路段出现久违的车潮。基隆市巨石危机解除，店家准备好抢攻中秋节商机。联合报游明煌基隆报道。